菲律宾代表处今年的国庆酒会很不一样，以话剧开场，重现今年七月菲律宾渔民在海上漂流，受到中华民国海巡署的帮忙，获救并返回家乡的过程。今年有超过1000位贵宾出席，包括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理事主席裴瑞斯、地方首长和非国政府官员。台湾与菲律宾发生广大星渔船案之后，两国关系渐渐恢复正常。驻菲代表王乐生表示，台菲虽然历经挑战，但仍是好邻居，希望能够以更务实的态度促进双边合作。我也非常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和菲律宾政府继续就增进彼此关系来加强合作。在王乐生的带领下，现场贵宾一同举杯，共同祝贺中华民国国运昌隆，台菲友谊长存。镜头转到澳洲，雪梨代表处国庆酒会共有300多人出席，祝雪梨代表州进发，相当感谢侨胞和澳洲友人的支持。我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政界跟侨胞们来支持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来参与我们的国庆。那这充分的显示我们的道德不孤道有邻的精神啊！我们希望说，将来我们这个政界还有我们的这些侨胞们都能够继续支持我们中华民国。这场国庆酒会，澳洲政商侨界一同欢庆，现场也播放宣传台湾的影片，并摆设具有台湾优质形象的大型看板，让前往参加的外国贵宾对台湾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